黄先生，我来送你到好地。哦，多谢哦。今仔日有考较好呢，感觉有对无爽快。嗯，无呢，拢好好呢。啊，等下早顿食完，爱去食药啊。我先替你把药啊放伫个边啊。哦，好，多谢你哦。对了，我特别问你，你别跟我讲，你别跟我讲，我怕你，你别跟我讲。青红，你千万无危险，真安全，你唔免惊吼。你搞较好啊。护理长，还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现在随去搞庄先生回信嘞。但欣桐，庄先生无代志，而且伊嘛无怪你啊。护理长，是嘞。欣桐，你即摆状况跟我同上班，而且病医真侪病患拢是查甫的，伊安尼敢会小便讲你家己啊？我已经好真济啊。我以后会搁较注意的，欣桐，我无希望你变到你家己。我感觉你即卖无适合做护理师的，你是不是要想看卖先离职？麦当啊！你今仔日不是上晚班，哪会叫做劳动啊？想哪？是发生代志哦？我今日去送药啊，有一个男患者雄雄要甲我救，我反应伤大，护理长就叫我先辞职。我去做心理咨商的时阵，心理咨商师嘛讲叫我莫遐尔啊着急，着转去上班。不过我真正无想要踮伫个厝内做一个废人。你不是废人，你是病人。你出来好好休困，都是病人的工作。不过现在病院脚手无够，我请假几天，我同事就已经感觉足困扰啊。而且我真需要这份收入，我嘛真喜欢做护理师的工作。我实在是无想要安尼就死透了。来，青桐，你看我。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过几遍。你卖着急，偷偷来，我伫个家，我会陪你做伙想办法，问题一定会通解决的。徐欣桐，无啥物好惊的，你爱加油，安尼才当继续做一个护理师。啊，若是我要做教练，是毋是爱考一张教练证照较好？无毋对啊，你会使去考 NSC 的。美国肌力与体能协会发行的教练证照 CPT， 这张嘛是咱家上台教练会考的证照。啊，多谢教练。欣桐，你哪来遮？我是来找你的。我想讲，我足久无运动啊，若是我搁动一下，我惊我的筋骨会受伤。你已经唔惊啊？你唔惊查甫呀？欣桐，你我即摆有咧做心理咨商，有办法改善啊。你会当甲我做运动，我无问题。我看哦，也是后改好啊。
我今仔只是来问做教练的代志，唔是来运动的。你决定要做教练？对啊，就参照你讲的，爱找着家己的目标，无就是浪费时间。安尼真好啊，我支持你。多谢。行啦，我陪你转去。我无想要转去，我嘛有家己的目标想要完成。你有啥物目标啊？我想要让家己变得更加坚强的，啊，面对这种无聊的代志，互人拍败。啊，不过我看会出来，你即摆也是感觉足惊吓的，根本就还袂准备好，你安尼只是咧勉强家己。有时阵勉强家己嘛，毋是一件歹代志啊。啊，对家己较要求的，安尼才会当进步。也毋过，你放心嘛。我是护理师，这种代志我比你搁较了解，我真正无问题。啊，好啦，无就试看卖，行。阿叔，只要有一挂考证上的资料，你会使提前去参考看卖。哇，多谢教练。欸，我之前常常看你来运动呢，你嘛是阿叔的学生哦。啊。心彤，你唔免惊啦，我即马陪你转去。哎，小姐，你是安怎？哎，心彤，心彤，心彤。